好了，又一位，看看点评一下他的号有什么需要提升的。我操，全身上下光腚就是一把无级别武器，宠修都没满啊！这无级别又不是你自己鉴定的，原造型呢是一个弓箭，你玩了一个雨灵神转成了龙太子，把弓箭转成了扇，然后武器呢肯定不是专用的，420的伤害不可能是专用啊，国标。这号刚开始回归109级这么玩对的，其实你不要跟人内卷啊，什么青蛙死锦衣啊，内卷那些宝宝，就踏踏实实的买个130的无级别武器，混队也好混，然后带个无级别还能圆同时的梦，而且买130的无级别武器最多亏个夸父钱，买130的无级别武器10万以下的话，基本上最多亏4000。